你好，我是中天新闻的记者，我叫赖正凯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对对对对，来，不好意思。你们是全程跟着妈祖走吗？我希望，因为这个有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那您现在还好吧？我感觉您有在运动。哦，体力 OK 了。我是说，因为有时候，因为我要考虑到他，对，他是我朋友，叫小汪。小汪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啊，一拿不舒服啊，我不好走。哦，怎样？那有时候妈祖有时候路线，像我们今天本来想要跟凌晨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在那个台一线，是他绕到六一去了，我们以为他不会再回来，我们想说，我吗？哦，我叫 Rock。Rock。对对对，我叫 Rock。对。对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快跳上那货车，不然那一栋我其实很想跟，可是。因为平行啊，不知道妈祖会不会再回来。而且我刚刚看您背包，您是说您眼睛比较不方便看到？哦，我几乎看，我只剩光觉跟影觉而已。哦，所以您是看不见的。但是您是什么原因想要，即便这么辛苦，还是想要跟着妈祖？其实最大原因是去年啊，去年我跟小汪去走最后两天。是。然后我去年就跟着走。就去最后两天而已。那就是因为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一个堂，然后刚好妈祖也要在那边。休息，然后我们不是会迎接他吗？对。那很神奇，就是我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我们没有想说要跪还是不要跪，可是有个声音就跟你讲说，就跪，跪哦，就跪，然后我就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跪，其实我就跪了，就一个声音告诉我，对，就是说你要跪，然后我就跪，然后跟着旁边的人，他会喊口令嘛，叫我们叩，对，叩头，我们就叩头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那个。就是他好像会这样摸你的背，这样就是跟你讲说，好像你他都有听到你，大概你心里的愉快不愉快，他都知道。对，妈祖即便他也知道你看不见，然后他也知道你很虔诚，所以他也就跟在你旁边，算是保护你。就是很像那种长辈在碰触你的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就大哭，你就大哭了。我就站起来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，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后来我有写在我的粉专里面，是，就是你的粉专什么可以跟镜头讲一下？我的粉专叫看不到，然后呢，然后我有把它绣在我的板子上面。对，因为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难解释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，然后有很多人都说很正常，因为他们也会这样，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就是这么多人会在这一次疫情期间还是要来到这边参与。对，我觉得是因为这次好像报名9万多嘛，9万到10万。对啊，我觉得像如果因为有很多人一定是其实都准备好了，可是因为疫情可能对，就是就临时无法来。他们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，就是我还可以如期的来。我觉得正面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就已经就直接就急转弯了，就已经要到了，就不去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也在想说，如果哪一天，如果今天不见的是小汪，那我还能来吗？所以说我很幸运，就是这样。也很谢谢你的朋友小汪，真的谢谢他，谢谢他。那我们的 Rock 哥呢？他其实看起来好像健壮，有在运动，但是可能刚刚进来的朋友会不太清楚，知道说他其实眼睛是不方便的，是只剩光影而已，看不太清楚。那在去年的时候，他参与最后两天呢，就是有受到妈祖的一种感动。在当其中一个停轿的地方时呢，他跪下来的时候有感觉有人在摸他，那当然那不是小汪摸的啦，那当然不是小汪摸的，他就是感觉到，然后他就站起来有大哭。那这一次的过程，其实我光现在我看得到，我都这样跑起来都觉得很累，所以一定势必更辛苦，但你一定要小心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谢谢大家，加油，谢谢。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，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，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